金色手绘图腾充满华丽的视觉感。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样一款教程，先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用雷尼原创角胶的紫红色完成打底，找灯，重复上色，找灯，然后整角刷上磨砂封层，找灯，接着用拉线笔蘸取闪粉角胶，在甲面下方画出弯曲的弧线图案，在甲面上方用同样手法画出弧线，组成图腾。亲们要注意控制好弧线之间的距离，画出均匀分布的图案，尽量一笔画成，不要修改哦。找灯，用金色闪粉角胶重复上色，使图案更加精致。找灯，最后为图腾部分涂上封层，找干就可以啦。图腾的绘制需要熟能生巧哦，喜欢这种款式就赶快动手练习吧，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